今日咁好天，去边好呢？喺香港好少可以见到咁广阔嘅天空。今日咧，我哋谂住由南面嘅首都出发去冰岛嘅西面，预计揸车嘅时间咧系两个半钟。虽然冰岛嘅路面冇乜车，有一样嘢咧，职员就喺租车嘅时候要我哋特别注意嘅，就系风速。如果嗰日好大风咧，咁你打开车门就要特别小心，因为冰岛系可以大风到咧吹甩一架车嘅车门嘅。过咗两个钟之后，我哋就见到停车处。咁我哋见到个路牌，其实唔知自己喺边嘅，因为冇英文。但系我哋都唔理啦，我哋都停低要休息一下啦，因为真系揸车揸到好攰啦。我觉得呢条路都几易行嘅，仲容易过加顿山。突然间我发现原来自己企咗喺个火山口上面。当初我哋上山嗰时系真系谂住上去一个加顿山咁样谂住散下步，一路嗰对眼子系望住个荧光幕，到差唔多拍完啦，谂住再望一望附近，点解上咗火山嘅？跟住我而家谂翻觉得都几搞笑啊！今次讲住咁多先，多谢大家收睇，拜拜。